哇哇哇！果然，恋爱和不恋爱的时候是两个人。上官老师，你快看看从容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又不缺衣服。怎么不缺？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，不得有套像样的衣服？可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再上庭的机会。那就庆祝你顺利拆石膏，男朋友不得有所表示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最近到了很多新款，可以看一下哦。这几套都不错，这衣服啊是挺好看的，可是，服务员，帮我们拿几个白衬衣搭一下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是要穿法袍出庭的。可是，你要穿着我买的衣服在里边，我会更高兴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吧啊。怎么样，合身吗？好看。怎么样？非常好看。我觉得肩太窄。不合适吗？非常合适。服务员，麻烦把这几套全部帮我包起来。来，我帮你拿几个吧。你看你拎着累。你怎么能跟男人抢专属？拎包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专属了？这是男朋友的专属。还记得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，有一次做实验，跟一个女孩分了一组。什么原因我忘了，反正闹了点不愉快。当时她男朋友特地跑过来向我道歉，说她被宠坏了，不懂事儿。我当时就好羡慕她。你居然羡慕一个被宠坏的女孩？不是，我羡慕她男朋友。这世界上居然有个人愿意让她这么宠，宠到宠坏了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能早点找到你就好，就可以把你宠坏。不用再羡慕别人。怎么？感动坏了？才没有。哇哇哇！果然恋爱和不恋爱的时候是两个人。上官老师，你快看看从容。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这种甜甜的爱情啊？上官老师，你是不是也很羡慕？下车吧，我去停车。请假出去拆石膏，其实是去约会啊，顺便而已。你羡慕啊？才不呢！倒是我第一次上庭就打赢了官司，你羡慕不？确实羡慕。熊晶晶，这次真的谢谢你愿意帮我。你突然这么客气，我还有点不适应了呢。我知道这个案子能赢你才是最大的功臣，不过你也别小瞧我。下次我会靠自己的实力取胜的。好啊，那我拭目以待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不可能。要是输了的话，亲吃满汉全席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走吧。2019年1月，虽然错过了第一次上庭的机会，但我并不后悔。距离您说的成为一个好律师，
可能还有万步之遥，但我很庆幸我又往前靠了靠。上官老师怎么了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病人家属那边正式撤诉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严准，行政那边撤销了你的刑事处理。真的？那我明天就能回医院了。你们科室的那帮小孩知道了，估计得高兴得飞上天吧。是害怕的要遁地了。那医院那边什么情况？医学协会的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云霁没有任何的违规，好在三床的病患呀清醒了，家属啊也终于醒悟过来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好消息啊都在今天出了，等你明天回来了，我们搞个欢迎会。谢谢严主任。你都知道了？那当然，我知道的都是一手消息。谢谢你，宋医生。不客气，温医生。今晚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呗。好啊。啊，刘刘，你们来了。我们吃什么？吃火锅怎么样？可以。我没意见，为个吃顿好的，我就勉强和程程姐凑一对吧，谁也不当谁的灯泡，完美。你去去找别人凑对去，这追我的人都排到月球了，还轮得着你？那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个人。谁呀？那哎，那不是老大小叔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我大侄子复职，我这做小叔的不应该过来庆祝一下呀？小叔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来的不重要，在这个充满狗粮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组队刷火锅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有队友了。就是他在追我呀，我还没答应呢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给程程来一个蟹柳。嗯，哎，牛肉羊肉各来一份吧，我要一个啊。牛羊各来一份。先来一个上马肥牛。可以。给我加一个。嗯，要来一个。像你这样就是不聪明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拿一个熊。请稍等，冰糖葫芦各来一个。先请牛羊。你咋先走？人家没有请你。您好，您要的熊。嗯，谢谢。只能点。你们之间排列组合进行得如此完美，完全不给我存在的空间呢。你要什么空间啊？生菜、土豆、山药、冬瓜各来一份。好了，谢谢。看来某些人的精神病好像痊愈了啊。该得多谢某些人推波助澜的大忽悠，甚至信了你的邪。明明是某些人急火攻心，遮蔽了双眼。还好对症下药是我的强项，所以不用你客气。嗯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哦，我是说呀，以后我们四个人刚好可以组织排球。四个人？什么四个人呀？我还没答应他。可能是也快了。你们当我在这个桌子上是透明的吗？我要去调酱料。哎，你坐着吧，我去。我也去了。那我去给你调一个。